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次见面的时间。今天是奈普敦周刊第十二期，影音版的十二期啊，也是整体发行的377期的。今天要来谈一个佛法的题目啊，叫做“唯识入门必看”啊，这个譬喻实例浅说了啊。唯识学在佛法里面，一般认为它是蛮深奥难解的啊。那因为我们上礼拜三读书会刚好谈到这个题目，那我刚好有点小小的心得，那我觉得我想用譬喻，用简单的例子让大家理解。不过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哦，又也去收集了一些资料，所以后来越来越多。本来想要录20分钟，今天可能会录40分钟啊，那看情况，那我尽量把它用很简单的例子让大家理解什么叫唯识学啊。那我们今天就要赶快来开始了哈。那今天的题目我再念一遍哦，唯识入门必看啊。那它是一个比较浅的啦，所以是浅说啊。那我用譬喻跟实例来讲，因为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啊。再聪明的人有时候透过譬喻他比较容易理解啊。我是这样学习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章，唯识它是很艰深还是很简单呢？那有一句话说，迷失千山万水阁，悟时回头便是家啊。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如果在迷的时候，他当然就不懂啊，就找不到路啊。好，那但是如果开悟的时候，他懂了，他觉悟了，他知道了，好，也很快就可以找到家啊。那这个简单讲就是什么？就是一念之间呐，就是一念之间啊。那一念之间，这个有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哈，我把它换一个这个哈场景，好，这样就是说，迷跟悟是不是一念之间？那个念是什么？念就是心念，心念就是识。我们今天不讲唯识嘛，啊，所以我们今天会理解什么叫心，什么叫识，什么叫念啊？那哦，原来你这个每个人都有他的这个各种的心识啊、心念还有意识等等。那这个识啊，它也可以变成智慧。那我们正言上来说，这个识啊，干净的识，它就是智慧的。识因为被染浊了嘛，我们被很多烦恼、无明啊，这些妄想啊、执着都把它盖住、把它染浊。那如果这些都清掉了，干净的识，它就变成智慧。所以唯识其实它最后当然也是要追求啊智慧的啊，让我们知道说哦，我们的识是怎么运作的啊，受到什么影响啊？那这样的话啊，这个就是一开始想要跟大家讲的哈。那悟时回头便是家，就是说他回到哪里？回到阿赖耶识，好，这个家，好，阿赖耶识就是第八识，因为我们本来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嘛，再加上莫那识，啊，这个还有阿赖耶识啊，后面会解释了啊。那今天只简单讲一下，那我们这样1、2、3、4、5、6、7、8，可是唯识学他认为，哎，是以第八识啊为主来主导啊这整个八识的运作啊，所以这很有趣的，我们今天来看看啊，来看看到底这个部分啊。好，那这个今天的 agenda 啊，我大概写的，本来一开始写了8个而已，后来现在写20个，那都是以投影片的主题为主了哈。啊，那第一个讲完了，第二个我会举第一个譬喻啊，这个净妙饮食还是臭秽不净？到底有些山珍海味到底是好吃的、干净的哈？很棒的食物还是很臭秽啊？还有人见为清水啊，还有元晓大师的开悟啦，遇见一头公牛在挡路啦，日日好日，天天天，我连听到歌词啊，都觉得哎，这也是唯识学待会讲。好，慈眼视众生啊，还有恶无我啊，我就穿插一些理论，把唯识理论穿插在里面，还有猫捉老鼠啊，还有理性的自我对话，心理学的这个自我对话我也放进来啊，还要举一个我们马来西亚董秀美师姐做慈济的蜕变，她也。我用唯识学来解释它的蜕变啊，见苦知福啊，是整个在修行上面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那它其实也是有心识的作用转变啊。那我也举这样的例子，它是一体的哈，我把它拆成好几个步骤来讲啊。三自性也是，因为刚刚那个阿赖耶识啊，就是藏识啊，就是阿赖耶识第八识里面就住三自性都住在里面哈。那我们会带一下，因为我就穿插这样。那知行合一，知事行心脑合一啊。
还有八王子转世成智，因为学这个最重要，你要学转世成智啊，把这个各种的杂染都去除，好，到了清净的这个事都跑出来，就是转世成智的过程。那我会来讲解啊，那有几种转世成智啊，那这个都会讲啊，像转八世为大圆净智等等哈，从五世开始讲哈，那唯识到底是什么？最后再讲啊，还有色大圣论的启发哈，那我们就开始。第一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净妙饮食臭秽不净啊，愚人所见有粪秽处，傍身见为净妙饮食。愚人所见净妙饮食，诸天见为臭秽不净啊。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我们人啊，比如我们吃东西，那我们会排出这个大小大便哈，这个粪便。粪便的话，我们大家就觉得哇，这是臭秽的粪便啊。可是傍身就是在这个粪便里面出生的，像那个苍蝇的卵，它产在粪便上，它就在里面出生。对苍蝇来讲，粪便是它的净妙饮食啊，哦，这是。那再来就是，有人觉得山珍海味，你看右下角那些山珍海味，可是在天人来看，哇，这是臭秽不净的。不要说天人啊，吃素吃久了，有时候我跟我家师姐啊，我们去一些这个餐厅，如果它不是纯素的哈，我们都尽量去纯素，那就会感受到哇，那个腥味，像鱼腥味啊，哈，还有这些各种的很不臭秽不净的味道啊，很浓，有时候都不想进去啊，等等，所以这就很妙。你看到同样的物，就是这些同一个物啊，同样的境在同一个地点，可是不同的人啊，可见那个背后有一个什么？背后有个心事在作用，人的心事跟天人的心事可能是不一样，吃素的人的这个心事跟这个一般人的心事也不一样，就跟我们的心事跟苍蝇的是不一样，这第一。所以这个是色大圣论里面提到的，这是无着菩萨写的，无着菩萨他是印度人，是整个唯识宗的创始，所以色大圣论是整个唯识宗很重要的一本论，他一开始就举到这种例子，同一个物同一个境，可是不同人，他的感受不同，可见这是事在作用，心事在作用啊。那这个色大圣论，你看了，他就从他有十一品，第一品是续品以外，他从阿赖耶识开始讲三智性、唯识性，但他接下来他还讲六波罗蜜啊、十地啊、戒定慧啊、涅槃佛身等，这最后一章也会再讲啊。所以前面几个啊都在讲这个纯粹的唯识，那后面他也用唯识来解释这些。菩萨的修行啊，但是最后菩萨理解了这个唯识以后，当然要行六度万行啊，这个登十地啊等等，修戒定慧啊，得到这个无住涅槃或无余涅槃啊，那这个成佛啊。好，那这个色大圣论是玄奘大师译的啊，玄奘在译这本经的时候啊，他非常的欢喜啊，那这个他也是我们这个。中土啊，这边啊，这个唯识的这个唯识宗的算是啊，这个重要的这个创始人啊，他觉得说他很喜欢这个色大圣论里面讲的这些东西啊，等等。好，那这里面常被引用的是这一句啊：天见宝岩地，人见为清水，鱼见为枯宅啊，鬼见为猛火啊。那我去查原文，它是天就指天人啊，天人他看水啊，他其实他觉得算是琉璃啊，所以你看他可以履水如地啊。那人当然见的是水，那水有干净跟浊的，但是是可以喝的水。那鱼啊，鱼它是住在水里面嘛，所以它是不见水相的。那恶鬼呢？恶鬼这个鬼啊，鬼为什么鬼见为猛火去杀？哦，原来恶鬼他是不让，他是受报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喝水，所以他一喝水，水就变火。或水就变成虚，所以它不行喝，所以 这也是有些同样的东西不同人它看起来就是不一样，那往下看，那唯识它最重要，它是要干嘛？它就是要这个推由，这个推求万法的由来，推求万法的由来。那至于说里面这个什么四缘性万法唯识，这个知而无外境，我就暂时不讲，我重点是要讲这个唯识，他是要推求万法的由来，他要解释，我们说万法唯心造，那个法是怎么作用的啊？所以他唯识也在解释心的作用，心跟事，他用
八识啊，心里面有八识这样来解释。那这是一般的理解。那我个人的下面几条是我写的啊。我们刚才看到《色大圣论》里面有提到说，哦，原来你这个理解了这些唯识的理论以后啊，阿赖耶识啊，各种识的作用以外，好，那你就行菩萨道啊。所以我觉得认识唯识的好处是可以作为修行菩萨道的先辈之识啊，你可以先把它准备起来啊。那或者是说哈，不管你理解不理解，你方向正确，修行方法正确，因为有些人没有修唯识一样可以行菩萨道，可以成佛啊。你中途啊遇到人我是非的时候可以化解。哦，你知道说哦，原来我的心念是可以转变的，啊，或者说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转念或 reset 重新启动。今天哦，原来万法唯心造啊，哦，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啊，看你怎么讲都可以。后面会把心跟识解释清楚。你只要一转念，只要一重新启动，你就可以化解人我是非。所以其实哦，原来唯识学是要帮助我们说，在菩萨道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好像我们开车啦，遇到车抛锚了，要怎么办？电脑宕机了要怎么办？就重新启动，等等。好，那么再来讲另外一个故事啊。这故事是韩国的元晓大师啊，他的故事也是很有名，讲唯识也常会提到这个元晓大师。那么透过故事，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啊。元晓大师他是韩国人，他45岁的时候就跟这个义香两个人同伴啊，他想要到唐朝。来学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就他走到两国边界的时候，天色很暗，古时候都没有路灯啊，好，那如果没有月亮的话，就可能这个一片漆黑啊，那所以他就哎觉得啊，有个地方好像有一个土龛啊，哎这个就进去这个在那边睡了一觉啊，而且那时候可能口渴啊，那哎旁边刚好有一滩水，哎而且好像还有个勺子，他就舀起来喝。一喝，哎，蛮好喝的，很甜美啊，甘美啊。就隔天一看，睡在哪里？哇，睡在一个古坟里面，而且那边很多这个骨骸啊、尸骸啊。哇，那个水也有，里面也有骨头啊。就他就呕吐不已啊，就觉得很恶心啊。那本来想要离开的，结果哇，下大雨，非常大的雨，离不开，只好在那边再宿一晚，就再睡一晚啊。结果睡到半夜，哇，就觉得说好像啊。哎，什么？这个鬼哭神嚎这样啊，这个有一些啊鬼怪在那边作怪啊等等，然后他就睡不着啊等等，难以入眠啊，所以他就感悟到说哇，前一天晚上以为是土龛，所以睡得很心安，然后今天知道是睡在这个坟墓堆里面啊鬼箱里面，变身鬼夜啊，所以说他就悟出来，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堪坟不二啊。那我们来看原文，我要去查原文。好，先看他的悟境，他悟了这个以后，他说他就悟到三界为心，万法为识啊，心外无法，胡为别求？所以他走到那里，经过了这样两个晚上啊，他就悟了，他就不到中国来了，他就回韩国去啊，好好精进修行，成为韩国华严的这个一代大师啊。好，这是元晓大师的故事啊。那这个他的原文在这里啊，他是因为他有修持大圣起信论啊，马明菩萨写的啊，马明菩萨的大圣起信论有一句说，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啊，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堪坟不二啊，这是元晓大师他悟的哈，他其实从这句悟的哈，就是他就对大圣起信论的这句话啊。哎，有深深的感受，那就是悟到这个堪坟不二啊！哎，到底是哎这个土堪呢，还是坟墓呢？原来都是你一念心在那边作怪啊作祟，所以他就懂了，所以他不是悟出刚才这个三界为心，万法为识，心外无法，胡为别求？他就不用求了，他就回去了，因为你要向自心去求嘛，哈，人人有个灵山塔有吗？或向你的自心啊，他就不外求了，他就。没有到这个中国来的，他就回去好好修行啊，他就成为也是一样成为大师啊。那这个境界，我觉得哎很有趣啊。他刚好跟这个智者大师啊，他在大苏山开悟的时候，他读到药王菩萨本事品啊的这个境界是一样的啊。
这个在智子大师的这个啊《法华文句》里面，他有这样的话啊：以不二观，观不二行，慧不二空，心正行正，难生灭患啊等等啊这些。那不二观刚刚不是有说看到那个什么心灭则堪焚不二嘛？哈，那就是哎，那是一切唯心，所以不二观是什么？就你到他到底是堪土堪还是坟墓？最后是什么观心？所以不二观就是你不要观这个外境啊，不是观外境啊，因为外境有时候都是假的、空的、幻的，有时候是你自己想的哈。那这个你就观心，不二观，那你就要观什么？观自己心。所以智子大师晚年写了一本《观心论》啊，我很喜欢《观心论》啊。他在大苏山开悟的时候，他就后来就提倡止观双修嘛，哈，那止观就是那你他观还有一心三观啊，一生三忍，一心三观，空观、假观、中观等等啊。那观不二行是什么？你不二行就是说，当你观心观到方法正确的方向正确了，你就守之不动，一百千劫，就继续行啊。不二行就是你专注的行啊，因为你守之不动一百千里，你守着正确的方向啊，继续做啊，继续行啊，这样。那慧不二空就是，哎，你不会执着一个假空啊，因为要真空妙有嘛，那所以已经就到了净极清澄的自玄虚末的境界啊。不二空，比如说你看你付出所求，它就是空啦，可是你还要说感恩，好，这样就到极啦，净极清澄自玄虚末。所以要到一个，你不要执着在空啊，就慧不二空是不要执着在一个空，然后你进入一个真空妙有的境界啊。那你看啊，心正行正，刚刚我讲你观心啊，那而且观到心是正的，所以观心论里面提出我们心常常会跑掉的几十个问题啊，那智子大师都有答案啊，他悟出来的哈、啊。心正，那行，我们要行菩萨道啊，行也要正。好，那难生灭患就是说你难生供佛，就难生的意思就是。全人格全生命啊的投入，我就是付出好、啊、这个全身用生命用身体好、啊、供养，用生命供养都可以好、啊、这样的话做到这个境界就对了，然后那个患啊，那个所有的这些患啊，这些杂染啊都会灭掉，好、啊、就会悟到一个真如的自性跑出来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境界，所以跟大家分享啊。那我们再来讲一个小故事啊，再来讲一个小故事，就是遇见一头公牛在挡路啊。我切换一下啊，这个投影片啊，就是好，就是这个是我以前听过的一个小故事啊。那我蛮喜欢这个故事，就是他说有一个人啊，他这个想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朝圣，他可能是一个。某个宗教的信徒吧，好，各个宗教都可以，他要去他的这个圣地去朝圣啊，那他就背起了行囊就走了，他古时候嘛，啊，要走很远的路，跟刚刚圆小大师一样啊，就他走啊，走到一个山里面啊，那条地那个山路啊，只有剩下一条路，旁边可能还有悬崖哈，就还是剩一条路，也没有别的路了哈，啊，走到哎。前面有一头公牛挡在路上，那这个人天不怕地不怕啊，他最怕什么？最怕公牛，他可能小时候被公牛伤过啊，他就很害怕公牛，他什么都不怕，他就想说哇糟了，那这个公牛我都走过去，他如果一生气一冲过来，就可能被公牛的脚一顶就死掉了啊，所以他是很怕公牛的，有人怕蛇啊，怕什么啊？就他就不敢走过去啊，那不敢走过去怎么办呢啊？就是说，他就那么想啊，这边想来想去，这边踱步，好，想说啊，已经走了好几天了啊，回去呢也不是办法，还要走很多天，然后也再走几天就到了啊，等等，他就在那边犹豫，哎，那怎么办呢啊？那这公牛如果都不走，那我也不能一直耗在这里，他就想啊想，哎，后来给他想出来了，他觉得说，好吧。这个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就我这个朝圣的目标很重要，那就走过去吧，大不了跟他拼嘛，顺便还可以躲过去闪一下啊，或是最多受伤而已等等，他就想清楚了啊，那就转个念，好，他愿意去面对那头公牛，
就在他走到公牛面前的时候，公牛就开口了，好，这可能是一个寓言故事了，所以牛是会讲话的。好，牛就开口了，他说：“主人啊，我在这边等你等很久了，你怎么现在才来？你赶快跳到我的背上来，我载你一程，你就不会那么累。”好，就这么这故事就讲完了。这故事很有趣，所以看这讲什么，讲同样一个事情，一个物，一个象。刚刚不是从这个到底是山珍海味还是很臭秽之物，还是到底是土堪还是这个坟墓，那这公牛呢，到底是会害你的还是会帮助你的？你看全部都是什么，有时候都是你的心事在作用，而且你心事有时候判断还会错，有时候会错。他一开始不觉得这公牛是阻碍嘛，后来变成助力，所以到底是阻力还是助力，那而且他也启发我们说，原来人是可以转念的，你原来是害怕的，可是为了更高的理想，你可能会愿意牺牲，愿意面对，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是遇见一头公牛在挡路。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下一个，好，下一个故事就是这是一个小的例子了，小的例子就是有些人他觉得说做什么事情，搬家啦，结婚啦，甚至要签合约啊，都要去选择一个好日子可是其实你换个角度想我以前很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年前会这样，都会看日子，还看时辰后来我就悟出来说，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所以你看右边这个圆圈的这个图他说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顺逆皆佳境，恶善贤良缘，若能转境界，世人同如来。你看哇，所以人是心可转境的，不要被心转。当你修到什么事情这个顺逆皆佳境，这个恶善贤良缘就是就像面对那头公牛是一样等等，这样的话若能转境界，就是修到心可以转境，不要被境所转，这个人就已经到了嘛，到如来的境界，就到佛的境界了。所以这是给大家参考一个例子。好，那再来看天天天蓝这首歌我刚好这其实我为识是学的很晚了我只有几个月前就才把什么相分跟见分这个弄懂，这要感谢我们这个周元师兄他刚好提到，我就稍微把它弄懂一点那他上前天他又讲唯识跟华华，那他讲我就这个稍微又要再把它弄懂，所以在他讲之前我就赶快去看很多唯识那这些例子很多都是那时候找到的那一天就是上礼拜五吧，上礼拜五晚上我刚好去接我太太，那我们一起去吃饭，结果那家餐厅刚好有人在唱这首歌就是天天天蓝，我一看天天天蓝，这刚好就是唯识。所以有时候很好玩，我学什么，比如说你学唯识，当你一直投入的时候就什么都是唯识都可以理解原来你看天天天蓝叫我不想他也难嘛，一个心的起心动念那这个看到蓝天就想到某人或是什么等等还有这个他就触景伤情触景伤情，那虽然是蓝天，可是他很伤心因为他想到某一个人这个不知情的孩子他还要问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假设是他有个这个女儿好了问妈妈说，妈妈你的眼睛那边为什么出汗他就看到那边有水，可是在小孩子的这个思维里面没有什么触景伤情的他也不晓得说现在又没有什么好伤心的，对不对？没有人打你，没有抢你的玩具，你为什么会哭呢？他也不晓得，他觉得这时候妈妈也没有像在哭的样子，他原来妈妈是触景伤情，对不对？那是什么在作用？心跟事作用，他可能想到他的一个心爱的人可能已经走了，或者一些这个离他而去，或是怎么样等等，所以他就哭了。所以你看哭小孩子没有这种经验他会觉得说你脸上有水，那应该是汗吧他觉得说你好端端的不可能在那边哭嘛所以这些都是唯识学的在解释就是原来从小孩子角度看跟从大人角度，而且你看他就坐在那边还天天天蓝的，对不对？天空还是天空，还是那一样的蓝，可是他怎么他的心跟事有没有，他就
他去启动了，他去想到当年的一段非常非常伤心的事情，就哭了。所以情是深，意是浓，离是苦，想是空。那到底是会这个情是深或浅，意是浓或淡，好，离是苦或乐啊，等等，想是空或有，这个全部都是什么？都是你的心思在作用，都可以变的啊，都可以变。我们刚才不是看那个一头公牛在挡路啊，你就知道说，其实这是可以转念的，可以转念的，很有趣啊。所以这个跟大家分享。那再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我刚好这都是这很妙啊，这些案例都最近来的。最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这个他说他认识一位法师到大陆去弘法，去开山建道场。一开始呢，到处都不顺，住员也很少。那有一天，当他读到《法华经》的时候，读到观世音菩萨品，慈眼视众生，福聚海无量。哇，他读到这句的时候，猛然醒悟，你知道，发现啊，原来自己慈心不够，也都没有用慈眼来视众生。好，他想到要慈眼视众生，就是要接纳接纳。好，他突然想到，原来他来到这个地方，没有融入当地，没有接纳当地的众生。哇，他就突然醒悟，你知道，他是修行人啊，哈，这个他深深忏悔，他是住持嘛，哈，所以调整自己的行为跟做法。然后很妙的，接下来不可思议，他这个心念一转，整个助缘不断就来了。然后弘法利生，一路顺遂，就是说，所以有时候那种心念啊，你意识的转变、转念，然后心念也会影响别人呢、啊。然后就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而且也是最近这二三十年吧，最或是多久的例子，我是不晓得，我听，但是是最近的例子啊，这是真实的例子啊，好，大家可以参考。那我再举另外一个真实的例子给大家听好了哈，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修行菩萨道的人。什么叫菩萨道？简单讲就是你愿意慈悲利他，就是这样，就是菩萨。菩萨是这个愿意去利益众生，慈悲利他的。那他有一天他就觉得说，我好像我执很重，有时候跟家人啊，跟亲人啊，跟朋友啊，跟法亲啊，有时候会争执，有时候会执着。结果他因为他是修行的嘛，他开始觉性越来越高了，修行就要增加自己的觉性。他一旦察觉说啊，自己的执着很重的时候，他怎么办？他就念一句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因为我们知道有个故事啊，在讲这个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所以他就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们也可以念一下这句话，你们自己念一遍看看。你念完一遍，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结果他念，有时候念一遍不够，他就念两遍，念三遍，然后念到后来，他就会化解。他在去看待那个跟他争执那个人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可能会更柔软，更柔顺，或本来会生气的就变不生气的等等。那这个有一天他在讲这个的时候，就我们读书会他讲这个，那我就跟他说，你这个是心理学里面用的，英文叫 self-talk， 自我对话。自我对话是启动理性对峙非理性信念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人都有那个非理性信念，英文叫 irrational belief。 那 irrational belief 就是我们佛家讲的这些烦恼分别妄想执着都是非理性信念。所以有人，我一个另外一个朋友就周元师兄，他都觉得佛教是超理性的。其实佛教是要对峙这些非理性，把非理性转成理性。当佛教还有慈悲利他的部分啊，所以这两个啊，刚刚那个把非理性转为理性部分是，就是像唯识啦，或者这些波的啊这些在处理的止观啊，他就是要这样转，这样就是让我们得智慧。所以慈悲啦智慧这两个都要悲智双修哦。福慧双运等等。好，还有你去读静思语也有同样的效果。静思语也是一个理性的自我对话，有些静思语都很棒那我们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待会会像这里有一句，放下当下的执着就是解脱，这也是一句静思语
那在唯识里面它有二无我嘛，无我执、哦、就是就无我执也无法执，像刚刚那个这个前面这个例子是放掉我执，那现在呢你接下来还要修炼放下法执，好，那于一切法，于一切有为法彻底没有意见。好，我们中文师兄在导读这句的时候，我就想到说这句就是诸法空为座啊，好，就是说你要在安乐行品里面、哦哎、法师品、哦、就是你要这个红经有三轨红经、哦、你要弘扬佛法，你要什么大慈悲为是、哦、穿柔和忍辱衣，诸法空为座，所以你对一切有为法彻底没有意见，诸法空为座就无法执、哦、这就无法执、哦、那华经都有写、哦、那么刚才那位这个去我执、哦、修那个、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这位师姐哈，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我就也很喜欢。他说，猫会捉老鼠，那如果你是老鼠，你为了避免被猫抓啊，避免被猫抓到，你要干嘛？你要躲啊！那所以老鼠为了求生存，为了怕被猫吃掉，它要保持警觉，对不对？那我就悟到说，哇，那你人类也应该有这样警觉心啊，因为警觉心、警惕心啊，就是那种觉察。觉知觉性是学佛修行最重要的元素、啊、我们有一个警觉心，就是为了避免被无明习气所束缚。猫会来捉老鼠，那谁会来捉我们？其实就是自我的习气，这些无明、啊、那如果你这个的话，这个不处理好，你会永远在六道轮回不能处理、啊、所以我们要时时保持一颗觉察的心，这个过程就跟修止观、啊、修静思是一样的、啊，静观跟反思啊，我们上一集有讲过啊，所以注意重点是时时。你看第一行里面，这个老鼠为了怕被猫吃掉，必须时时保持警觉，所以时时心心念念，当你的心心念念啊都保持在一个觉性的时候，在保持一个善良的性的时候，哎，那就离佛不远啊。好，那所以你看这里有一句话啊，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说身怀宝珠而不自知啊，这华经的啊，就是说。人人都可以有成佛的这个自信明珠，可是可能被拦阻了，或是你根本不知道。好，那你如果去我执、去法执、于法无染，哎，你的自信明珠就现起了。那你念念去求，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要到时时刻刻念念都在正念，都在善念，好，那就对了，那就离佛不远。那这里讲一个故事，大家比较容易记得啊，在佛陀时代啊，他。有一位这个伤心的妇人去找佛陀啊，他多伤心呢，他的最亲爱的这个丈夫啊过世，儿子、女儿、小孩，好像亲人全部都一个陆陆续续离他而去，哇，他就伤心的不得了。后来人家还这个认为他疯了，他有时候甚至都不穿衣服啊，赤身裸体等等，因为实在太伤心了啊。那他来到佛陀的面前的时候、哦、他还是也没穿衣服、啊、后来人家赶快拿一个毯子给他盖起来。好，这叫做巴达扎拉、哦、这个巴达扎拉他后来成为一个开悟的比丘尼，他来的时候当然还没有学佛，也没有皈依、哦、后来佛陀怎么度他，佛陀就问他说，你知道吗，是我们累生累世流的眼泪比较多，还是四大海的海水比较多？这巴达扎拉当然就回答说，当然是四大海的海水多。佛陀说不对，是我们累生累世的眼泪、哦、流的眼泪是比四大海水多。哎，我看到这段开始给他想，哎，真的耶，如果一个人举个例好了，一次伤心就流一公升的眼泪，不是有 一部电影叫一公升的眼泪，好，那你一生假设好了只有三次五次这个大的伤心，只要流三公升眼泪，可你想想看，你每累生累世都在六道轮回中，都不能出离，都还是在那边烦恼无明、悲伤、忧虑、苦恼，好、哦、为情所困。所以你如果这样轮回下去啊、哦，一百千劫，哇，你算算看，它一公升乘以一百千劫，就比四大海水的海水多了。所以你看佛陀多有智慧啊，结果这个巴达扎拉也很有智慧。他一听到、哦、竟然也醒悟了，后来跟着佛陀修行，也证得虚陀洹果，后来又继续修，成为一个伟大的比丘尼。所以要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我们
如果搞不清楚状况啊，真的是会累生累世在那边伤心流泪啊，这样是不值得啊，所以赶快醒来吧。好，最后讲一个这个董秀美做慈济的蜕变啊，就是董秀美师姐她是啊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啊，这个我认识她啊，就是因为去马来西亚很多次啊，有时候都会有互动啊。那这个他最近有一个演讲，所以刚好也很巧，哎，这些资料都是最近来的啊。他就讲他从他以前的做贵妇开始，到如何学佛，到如何做慈济啊，做法事啊的蜕变。他这个有个演讲，你可以上 YouTube 去找，就找到了哈。他说他以前他是那个他的先生林伟才先生啊，他们都是那个丹斯里啊，那这个女生叫做潘斯里啊，男生叫丹斯里啊。都是有爵位的啊，他就住豪宅，开名车，做贵妇，哈，爱逛街，哈，这个刷卡都买东西都不看价格的哈，喝下午茶，做美容哈，可是还是很爱生气，常跟老公吵架，也不快乐，好，有时候还骂小孩哈，这个所以为小孩担心也有，所以他就不太快乐啊。那他后来做了慈济以后，你看这个是他做慈济，右边这个是林伟才啊，他先生啊，你看两个都受证的哈。好，这个是他后来，你看他，我就把他简化了，因为他的演讲还有他一生很长，我就简化成一念慈悲啊。他一开始是为了健康，因为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常常生病啊，他要去找说怎么样可以不要生病啊，健康啊。后来他也精进学习，欲善知识，见苦知福啊，懂得转念啊。付出爱心，愿意布施啊！哎，经过这些蜕变，他真的就变了啊！这个其实都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这个心跟事在作用，都是可以蜕变的啊。那我们用慈济宗门的这个修行的方法来看啊，他一开始也没有接触慈济，然后他有接触佛教，他好像到居士林去啊，人家带他去居士林啊，还有送普门品啊，还有等等啊，我们看，那他的一个蜕变很有趣啊，他一开始是他的美容师往生的。他去不去做美容嘛？他可能有买了会员的 package， 他的美容师往生了，那就换一个新美容师啊。那就这个新美容师跟他讲说，不止说你的美容师往生了，我们很多客人啊都陆续往生了，也很奇怪，那也是因缘啊，可能这业力吧，或者是假修后啦，或者是说怎么各种哈啊，对不对？都很多人就走了，结果因为走了这个美容院呢，啊，这么多重要的客户还有美容师都这个陆续。往生那生意一落千丈，他本来想要换一家的，就他起了一念慈悲心，想说好吧，那就帮助这个新的美容师哈，不要在那个他在最需要的时候离开他，他有一念悲心，你知道哈，一念助人的心啊，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缘啊，这个美容师叫他介绍他去楼下啊，这个有一家有机素食店啊，去买一些有机的东西吃啊等等，后面我再讲那个啊，他就开始。吃素，好，那文法啊也遇到贵人，后来开始啊有贵人带他去做慈济啊去做法事啊，后来他也就懂得转念，懂得见苦知福，懂得转念啊忏悔，付出更多的爱心啊布施更多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转念的过程很棒啊，所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整个见苦知福啊，这个正言上人教我们的这见苦知福这个法门我觉得超赞的啊，就是说它其实就是在启动了那个认知，就我们刚才讲唯识嘛，心跟事的改变，因为要一个人要改变就是行为要改变，他受到行为受到认知跟情感的影响，认知影响情感，情感影响行为，行为影响认知，它三者互相影响啊。那你见苦知福啊，你去访视通常会见苦知福啊，那会你就会看到啊，看到会带来改变，你的习气才会真正改变，因为改变没有那么容易。那我以前看另外一本书啊，叫做《引爆变革的心》啊，因为我教变革嘛，组织要改变，一个团队要改变，一个人要改变，他要有亲自看到。刚刚那个认知啊，注意他这个用目睹跟感受，其实认知里面包括你看到、听到啊、接触到啊、闻到什么这些哈，所以眼、耳、鼻、舌、身、意哈，这个五根好或六根啊，这样这个的作用，那启动你的情感啊。影响你的感受，所以你行为就会改变，所以改变过程是你要看到、听到、闻到啊等等这些接触到啊，你的才会有感受、有 feel 啊，真的会改变啊。
那么来看这个秀美师姐的改变哦。第一个，她刚才不讲，她美容师往生了，哇，客户往生了，印象很差，所以她起了一念慈悲心，决定继续留下。我故意把它写在认知的右上角啊。先，我是假设我用唯识在推论这个转变。后来你发现它不是只有认知这边的改变，它其实认知、情感、行为它都有改变了。我把你们最后左边我都写着，升起一念慈悲心，决定继续留下来，是不是一个行为改变啊？都这样。那结果新的美容师介绍他去楼下有机店，他去买了雷九南博士的卡带。那一般人买卡带有时候听一听就没听了，他很认真听了，听两个月，把所有的雷九南博士演讲的重点听懂了，哦，听懂了。所以那个事有没有？这个你的心事要转变，有时候你也要认真聆听、认真想啊、思考、静观啊、反思啊，都想懂。所以他才真的认知到素食跟健康的好处，就决定如素。所以他真的有用心听啊，用心想啊，好。所以你要用心看、用心听啊、用心闻啊、用心说、用心做、用心想，这几个用心都有，你会改变啊。后来另外一个师姐带他去看一个个案，算一个朋友了。那朋友比他富贵，他说他走进那边，因为他已经住豪宅了。那个他走进这个朋友的家，好，会迷路了。你看那个家有多大，好。然后结果这个富人，好，住的豪宅比他大好几倍，还会迷路，好。这个丈夫外遇，所以这个富人呢，案主痛苦，这个欲痛，痛不欲生啊，就。痛苦到想要死掉，想要自杀，还得忧郁症，哦，所以他看到这个案例，哇，他突然警醒，你知道，他就突然因为那警觉、警醒、察觉很重要，而这个案例他看到嘛，哦，看到、感受到，他就见苦之苦，他开始想到他老公的优点，他以前都看他老公的缺点，哇，我老公吃喝嫖赌一样也都没有，只是爱工作而已，哦，就是工作狂，哦，就工作比较投入，哦，比较少时间陪他，可是也有花时间陪他，所以。她开始看到 老公的优点，丈夫的优点，她就改变了。她回去那天，她老公骂她都不敢顶嘴，这样。所以人要改变啊，这个很有趣的啊，她要有一些要看到啊，才会起听到、感受到，才启动这个认知跟行为的改变啊。后来她又开始做慈济了，以后她参与这个法事，她去看到一对这个残障的夫妻啊，好像是印度裔的哈，她就看到这个。残障夫妻相依为命，哦，很穷哦，残疾人士，哦，那我们去看他，哇，可是很积极啊，把家里整理得 很好啊，很干净啊，也很知足啊，哦，很想办法要工作啊， 卖点、不管是什么彩券，卖点小东西赚钱啊，哦，但是很知足，哇，他一看 他想说人家这么穷又残疾都这么知足了，那我这么有钱，哦，小孩老公都有，那有什么？身体都很健康，好，最少四肢都在，有什么好不知足的？要学会了知足跟感恩，哇，感恩她老公，感恩有这个家庭，感恩小孩啊等等，好，那所以还要感恩她自己，好，还可以做慈济啊等等，所以她学会了知足跟感恩。后来她又去看一个个案，好，看一个个案，这个个案是长期卧床，好，还洗肾，好的一个案主。那这个受到病苦折磨，那他的亲人都要长期照顾他，不能离开啊，还要帮他换尿布啊，喂他吃饭啊等等，带他去洗肾啊，哦，或者是帮他洗肾啊等等，所以这个又让他见苦知福，哇，他觉得说啊，真的要很善解包容这个身边的人啊，最少他老公不用他喂啊，对，不用他帮他换尿布什么的等等，所以他就学会了善解包容啊，这个。所以光是学会知足感恩善解包容，哦，这几个这个法，如果你真正落实了，真的把它做到100分，哦，也这个也是接近那个佛性就会出来了，哦，所以在人的这个自性里面通常有三种，哦，这个在唯识学里面有三自性嘛，一个是依他起性，就你的性就被我先念完，哦，再解释，在一个片剂所执性，在原成实性，这看起来比较深啊，其实讲一讲它很简单啊。第一个依他起性就是受人影响，人云亦云。比如说，哎，贵妇都要做美容，贵妇都要去逛街，对，贵妇都要买名牌包包，这就是依他起性，好，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就是人云受人影响，人云亦云的自信我，你的我就好像要跟人家一样，人家开名车，你要开名车，
好，那再来骗计所执行，就我执很重，自以为是的我，自信我，就说啊，你这个就是自以为是了。好，在其实人有一个圆成实性，真实圆满清净无染的自信我，那大部分人都落在第一个或第二个，那其实我们有个第三个清净无染的自信我，很多人不知道。好，那这个如果你第一个我、第二个我都把它去除了，那些染浊，好，能够都把它清净了，好，哎，不受人影响，放下我执，无我执，我法无法执啊，你清净无染的自信我就出来了。那这三个自信都住在哪里？都住在阿赖耶识里面，好，那你阿赖耶识就会清净了。如果你都只剩下第三个这个原成实性啊，那这样就所以唯识学就在解释这些东西啊。那我们上来就说。其实是要知识行心脑合一，你修炼过程要把你所知道的转变成这个知识啊，智慧啊，就知道的这个要转成这个什么，就是智慧啊，知跟识啊，还可以识还要转成智啊，这个智要拿来用，要拿去行啊，那心脑要合一啊，等等，那心脑合一我们下来过后面再讲啊，举例子来讲，我们就举那个转世成智的过程，在转世成智里面，这边哈，我们先引用这个《法华经》续品啊，它这个八王子，八王子其实就是八世啊，就是那转世成智啊，一名有义，二名善义，三名无量义，四名宝义，五名真义，六名除疑义，七名想义，八名法义，是八王子威德自在，各领赐天下啊。那这个八王子。他这个是哪八王子啊？就刚才念的这八个。好，他其实就代表八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啊，第七识就莫那识，第八识阿赖耶识啊。那这个八识就是代表八王子啊。那我个人觉得这里面砍的哈、啊，他为什么不用八识呢？他用这个意，好，意识，那个意啊，这个。莫那是那个莫那两个字也可以翻成意啊，就是我啊，你有一个意啊，那会去思考，会去思量，会去 intent 去企图去做一点什么事情啊，那会起心动念，对不对？好，那有意，好，眼识为什么是有意呢？好，我就想说，你看我们这眼睛打开一看，哇，我现在随便看出去，我前面有树啊，哦，有盆栽啊，墙上有挂着这个窗花啊。还有前面有电视等等，还有镜头。那有意就是说，你会 focus 在某一件事情上。那么多的物件，假设我现在 focus 在这个树好了，我就会认真看这棵树。所以有意是启动你的这个意识的一个第一个。那启动以后，哎，有意啊，那是善意。比如说你就看，哎，这棵花的这棵树的优点，哇，很漂亮，很绿啊，哇，还有长嫩芽等等啊，有意。好，那你就去观察，越观察越多，哇，就发现很多啊。到无量义、宝义、真义、除义、想义、法义，最后很多都转成法，都是正的。其实，在第八识里面，法义那边啊，就是说第八识其实有纯有善的种子跟恶的种子啊，善法、恶法都有。那我们如果要转世成智，当然要把所有都转成善的。我们现在是举善的例子了哈，因为你的有时候转不好，就是你会存错的，存到一些恶的恶法或恶的恶业的种子。那我们如果都要把它转成善的啊，我举一个例子，举一个师姐的例子啊，我在跟我一起培训受证的有个师姐啊，她这个这也是真实案例啊，她是受髓者，好，她当初生病的时候需要骨髓移植，她住在台大医院啊，哎，她就很痛苦啊，那时候一开始也找不到这个骨髓配对，好，她就命在旦夕，真的很危险啊，好，要住在那个就是。无菌室里面等等，好，所以他后来就发愿说，如果有一天他能够啊好起来啊，他要做慈济啊，因为那时候他后来有配对到嘛，那他就配对到开始要移植啊，那移植过程还是有很多的啊这个问题，我就讲快一点，就是简快速版啊，他就起了一个意念，就是说好，我如果好起来，我一定要这个做慈济啊，帮助更多人啊，等等等等，好。你看是不是有善意，一个善的意念，好，而且这善的意念会不断的增加，因为你可能随着什么，随着闻法眼耳鼻舌，就是说
你听到的哈，就是还有你这个讲出去的啊，他也不断的到处去啊，去分享啊，去干嘛等等啊，这些好，还有不断的吸收正法进来，好，而且这每个东西他都觉得这是很珍贵的宝义，好，无量义啊，就是你会越来越多。那宝义呢，你就要都要把它把那个最精华的这个法髓啦、法宝把它找出来啊，好，珍惜它。珍惜每个因缘啊，再来增益，就是好不断的增强，强化你的信念意识啊，眼耳鼻舌身，而且要去做，透过做，透过身体力行啊，去得到增益啊，强化好这个你的这个信念啊等等，因为你有做嘛，做的话那体验更深刻了。还有呢，最后过程当中会有人我是非啊，还有一些疑惑啊，要把它除掉，除一意，想意就是说哦，最后获得人家的肯定，还有你，因为想义这边已经到了这个末那世了啊，第七世，你是跟众生平等啊，就是这个大家，哎，你的心跟大家，你的心意跟对方的心意是一样，对方心意也认同你的心意，哎，这获得一个什么认证、回应、回响啊等等，大家彼此心弦是啊频率是相同的，最后这就想义到了法义，哇，这个正法就跑出来啊，就存下来啊。表示这个是通的，这是 OK 的，这个是可以存档，这是清净无染的存起来一个法义。所以从有义、善义、无量义、宝义、真义、除义、想义、法义，它是一个转世层次的过程，它也配合这个六根啊六尘啊，我刚才不是六根六尘以外啊六义的哈，就是六个意识，还后面的第七意识啊末那世到第八意识阿赖耶识这样的一个例子。那接下来看这一章啊，这张刚刚是用那个八王子来看，这张就是用啊这个八四的示意图，其实它有出现九四。我们先讲前面啊，眼耳鼻舌身意这六四嘛，哈、啊，眼四、耳四、鼻四、舌四、身四、意四。注意哦，六四是心，那如果六根是身呢、哦？你看右下角，六根就是身，好、啊，眼根、耳根、鼻子、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好、啊，就是如果是根的话，是指身体，那六识的话就是心在作用，那心还包括第七识摩那识、第八识阿赖耶识啊。那如果你修炼有修炼成佛的人，就会有第九识，好、啊、阿摩罗识，好、啊、或叫阿摩罗识，好、啊、第九识。那第七识摩那识的意思就是我识，就是我执、我的思考、我那个我的意识都在这里啊。那阿赖耶识就藏识，好、啊、就是藏识在这里，就一个。好像收藏这些种子的地方啊，就是你的善的种子、恶的种子都放在阿赖耶识啊。那如果你有修炼，都清净了，阿赖耶识都清净了，我们刚才有讲，你就会出现这个阿摩罗识啊，这个就佛识，又叫清净识啊。你的清净真如本性就现前。所以天台宗它是以这个第九识做心王。那其实第九识还没出现的时候，谁在做主？当家做主的第八识，对不对？也有人说八识心王啊。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里面，它有能障啊、所障跟执障啊，它可以影响这个，它可以发动，也可以收藏，也可以影响末那识跟前面六识等等。所以这个部分都是唯识在讲的。哦，原来他唯识就跟我们讲，原来心啊，万法唯心啊，他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啊，他的心就指这个八个识在作用，最后变成第九识的清净识啊，佛识这样。好，这个就理解了心跟事的不同，还有心跟身的不同啊。那这里还有见分跟相分啊，就简单讲，因为剩下几章了啊，就快结束了哈。好，就是见分、相分啊，这也是这个唯识学里面很重要的哈的一个区别啊。见分就是主观的，往内观的啊，那是。那相分是客观的，是外境的，好，那一个是能，一个是所，所以这有专有名词能所啊。那能就是什么？主观的主体。假设布施的话，我们用布施比较好理解。布施的人就是能，被布施的人就所被动的，他是客观被动，他就所这样。那你能所两忘，就是说，假设我们三轮体空，我们去布施的时候，你不要心中还不要说啊，我都是我在布施哎，哎，他是被我布施的哦，还有我布施了100万的啊，都不要想这个，这叫能所两忘啊。所以
那三轮体空啊，连布施本身也把它忘了啊，就是能所都忘记了哈、啊。所以能所两空是很重要的，见分相分都把它空掉。好，那这两句话啊，你可以搭配后面下面这两句话来讲。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那一念不觉有时候有人会把它换成一念无明，不觉就是无明。一念无明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这大圣起信论，你会发现今天出现最多的就是色大圣论，还有大圣起信论，这两本论都是超重要的。马明菩萨也是我最喜欢的这个哈一个菩萨，大圣起信论。那无着菩萨就做了这个色大圣论啊，这个哈立了唯识宗这个哈。好，那这个一念不觉生三系，这个念，好，我们今天不讲心事身都讲完了，还有念，念也是内在的，就是一个心念起心动念，你有个意念跑出来啊，这样。那这个什么像贪嗔痴慢疑，都是你的这个无明啊，就是一念，你一念贪啊，像有人很贪啊，比如说你就贪心，像啊，那在贪心同样是贪心，贪就是这个一念不觉生三系，贪你贪嗔痴慢疑啊，境界为缘就会长六出更惨。我举个例子你就懂了。我有个朋友，以前的了，以前的朋友，现在他还是朋友，只是说现在比较少跟他、遇到他。他以前、哦、跟我讲，他如果去买，他是一个女生，他如果去买包包，遇到两个包包不知道要买哪一个，他们两个都给他买回去。我想这下惨了。那如果你遇到两个男生不知道嫁给谁，那怎么办？那两个都嫁吗？不可能。后来他听他妈妈的，嫁给一个、爱他的、真的很爱他，职位不高，可是家境不错，好。就这个老公很疼老婆啊，这个老婆她也是有一点贪嗔痴啊，就是说 女生嘛，他们去这个，他就去法国巴黎的时候去买包包，一般人就买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就了不起了，他买了20个啊，花了100多万啊啊，这个还有一次我去他家，他打开柜子给我看，啊你这么多包包有什么用呢？对不对？用不到那么多嘛哈、啊，那所以这个就是你会去买。这个是有贪嗔痴，这是一念无明。那境界为缘就说好，你同样是贪，你没有钱的人可能就买一个两个，好，那他有助缘嘛？他先生给他钱，哇，境界为缘长六出，那、啊、给他100万或给他更多钱，那就好。所以如果你做坏事啊，有些人那力气又很大，喜欢打人，力气大就容易打死人，就境界为缘啊。同样做坏事啊，或同样贪心，他又有很多钱啊。或是等等，他又做更大的坏事啊，或者更多的武器做更大的坏事，所以这个，那你有没有去发现，这个都是受到阿赖耶识、摩拉识、第六识、第五啊，这个第前五识的影响等等啊，这个大家参考就好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研究啊。那你会发现说，一念不觉生三系，都是啊阿赖耶识、摩拉识那边啊在作用，它是内向啊。好，那。其他相分是外境，那所以我后来就看懂了这一句话，以前看不太懂，现在懂了。他这边写说第八识的相分若不起妄，你看第八识的相分，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要解释这个相分，当我们阿赖耶识里面都没有起这个妄想分别执着都不见了，这时候根身就转五蕴为法身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根身，因为凡夫只有这个，你看我们刚才不讲六根六尘六识嘛，我们的身体就可以转五蕴色受想行识为法身，就变成正法身菩萨，法身大士。种子呢转有漏为无漏，种子就是我们这些法，我们很得到了很多很棒的观念啊法啊，这些都可以到无漏，都得到一个好这个无漏无为的境界。好，那气界就是你看，你不管在欲界、色界、无色界，你就转秽土为净土，你在哪里都是净土，所以哇，原来法身是这样来的，就是你到第八识的这个相分都不起妄的时候，得法身，得无漏，得清净净土。好，那因为我本来东西很少，后来越找越多，我后来想到我以前楞严经里面一个观经六劫的公案，它刚好就也蛮呼应。那你要怎么样证？刚刚不是这个吗？要第八识的相分若不起妄啊，这个你有时候哈看楞严经，楞严经都看不懂，你就持楞严咒哈，楞严咒就
就是最少让你开会嘛，修订开会，它里面楞严经里面有个很简单很有名的故事叫观经六劫，就是有一次佛陀就把阿难找来说，阿难啊，你去拿一条华经，华经就类似我们的领经或是什么经这样，就要打结打结打一个结再打一个结再打，总共打了六个结，打了六个结以后就问阿难啊，就把那条华经观就是打结就是好，那这个把那个华经把它观就把它打结，那就问阿难说，阿难啊，这条经现在打了六个结嘛，那怎么才可以解除呢，才能恢复它本来面目，就是回到它原来没有打结的样子。然后如来故意他把你看他经假设有两边好了，那个打完以后有两头嘛，就跟绳子有两头，他说你看 往左拉，请问阿难啊，这样可以解吗？阿难说不行。往右拉，他故意用力嘛，往右拉，这样可以解吗？阿难说不行。好，世尊，那这里这个比喻待会再讲。好，那他说那不能往右往左都拉不开，那请问要怎么才有办法把它解开？阿难说要从中间那个结心先解，好，这样就是你要中间好像我们 解那个绳结，哒哒哒解就解开了。好，结果佛陀说对，好，这个你很明白，你说的对，如果要解结一定要从结心先下手，好，答对了。好，那所以刚刚佛陀故意往左往右是什么代表什么，你不要执着于空，不要执着于有，凡夫会执着于这个有，所以会轮回生死，六道不能处理。好，那二圣声闻缘觉他会自于空，他们狭隘的空，他会这个只是到了这个有余涅槃，所以不能够证得圆通，不能到无余涅槃。那唯有走中道，中道就菩萨道，菩萨道他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成佛。所以中道你看假观空观，空观假观中观，最后中观然后走中道，走菩萨道才能够成佛。所以这样你就把它串起来了，所以他提醒我们。那最后跟大家分享转世成智，转世成智这个他有转五世为成所作智，转六世为妙观察智，转七世为平等性智，转八世为大圆净智。那这四个我很快讲一下这很简单这很简单，我这样讲转五世就是眼耳鼻舌身嘛，眼就是什么用心看，耳呢用心听，鼻呢用心闻，舌呢用心说，身呢用心做，所以你有这五个用心，你就可以什么事都做得成，成所作智。转六世为妙观察智，再加一个用心想，你就得妙观察智，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那你就可以成就那别人不能成就了，你的成所作智就更高了，因为你有妙观察智。那再加一个第七世是我，第七世就什么莫那世啊，就我世啊，都我执很重，都在那边那这个也你的思考也是在那边，所以这时候最重要一个思考是什么？慈悲利他，就平等平等。你想到众生都平等那你像见苦之福他也是人，我也是人，为什么他这样我这样你有一个平等性质跑出来那这时候哇，你这个那个我执就放下，而且你我越来越小的时候，你的佛性就越来越大，你就离成佛就不远。所以记住，这个转七世为平等性质，当你第七世被启动的时候，当你把那个我变小，那佛性就变大，你用平等观来代替进来的话就 OK 了。最后转八世为大圆净智，就是说你再来末那世，就是你要时时勤拂拭，把这些刚刚讲的这些第八世里面的所有的妄想分别执着什么这些通通把它去除掉，把这些我执法执通通去除掉把刚刚前面讲的有没有影响第八世的那些，它不是有三个我吗？住在里面吗？一个是被人家影响的我啦，一个是执着的我啦，这通通把它拿掉，好好勤拂拭，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都拿掉，把你的真如本性擦干净这个就是什么大圆净智就跑出来了，那这时候就接近成佛了。好，那这个最后讲一下唯识是什么，这已经倒数第二章投影片我说最后再跟大家讲唯识是什么。那天导读的时候，我们周元师兄提到说唯识是归乡的路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这没有错了，归乡就归到哪里，归到阿赖耶识从阿赖耶识就到这个
阿摩罗氏啊，就好等等，来到藏氏啊，藏你第八世都清净了，就变到第九世去了啊，这条路就找到了哈。那可是，在过程当中，我觉得要坐大圣的车，好，就是我是看那个，我是看后面那个《摄大圣论》的时候悟出来的啊，就是说，《摄大圣论》告诉我们说，后面你还要行六波罗蜜啊，啊，对不对？还要登菩萨十地啊，还要持戒定慧啊，啊，这个修三无漏学啊，啊，去得五蕴涅槃啊，证佛果啊，道果啊，所以这个是啊，唯识啊。所以唯识其实它只是类似修行，我前面开场有讲修行菩萨道的一个先辈知识。好，如果遇到在行菩萨道的时候遇到困难，你只要记住你是可以转念的，好，因为心王嘛，你可以做那个心王，好，你可以做主，好，你有清净的本性，你记住你有清净的本性，好，那你可以转念，好，那你可以，你看啊，转七识为平等性质啊，啊，转八识为大圆净质啊，好，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看看《摄大圣论》啊，它这个部分，这时候再来看，你可能就比较理解啊。你今天讲了很多啊，这个心啊、事啊、为事啊，它你看《摄大圣论》这个无着菩萨，他从阿赖耶识开始讲，三种自性也讲了，就是一他起自性，遍计所执自性，缘成自性，有没有？这三个我有解释了哈，为事啊，好，那记住。唯识不是只有修前面这三个啊，好，续品以外，这后面这十个称为十相殊胜语，就是说这十个东西实在是太棒太棒太棒啊，这个真实太棒的一个观念啊，就是说这三个也好，阿赖耶识啊，三种自性唯识啊，好，还加上什么？加六波罗蜜，加十地，加戒定慧，好，接下来是不是戒？菩萨律仪是戒，手刃言啊，手刃啊，这个。邪魔啊，就是三摩地，就是戒啊定啊，就是定。再来是无分别智啊，就是慧啊，戒定慧到无住涅槃到三种佛身啊。所以我想啊，今天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啊，我是希望能够在五十分钟内讲完了，后来发现讲不完，我就一直录，反正我最高的标准是不能超过七十分钟，现在已经讲了68分钟了啊。那今天时间稍微多了一点啊，不过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哈，所以就跟大家分享啊，因为这个唯识，我花了70分钟能够讲完，也已经是很厉害的哈。这是我尽一点我小小的心意，好，反正今天片子比较长啊，你喜欢看的就看，那不喜欢看你就跳着看。那希望不止你看啊，你还要回去想啊，那还要自己去体验啊，体验。那如果你觉得这里面有比较好的啊，请你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把我们这个奈普敦周刊啊，还有我们华新乡频道啊，奈普敦智慧平台的频道，华新乡读书会等等，介绍出去给大家，好不好？那今天啊，时间已经到了哈，刚好整整啊，这个快70分钟了哈，所以我今天的奈普敦周刊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哈，真的是很感恩所有这个好朋友，这个这么长期以来都很支持我们啊，现在订阅人数也啊，这个突破1000人啊，因为我是最近。几个月才比较努力在经营这个频道啊，那也是很真正发心用心要把这个频道做好啊。那我这个奈普敦周刊最近几期都谈佛法，我觉得也蛮多人喜欢看佛法的哈，那这个你如果喜欢看什么一样可以跟我们讲啊，我们会尽量把它这个安排啊，也许找不同的人来分享都可以啊。好，那今天的奈普敦周刊就到这里哈，好，很谢谢大家的收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